情一斤加我多，一时叫我怎样回答这个问题？感情用钱歹估计，不是生理底买卖。一旦屈出着，亲像水破落地，有价值的爱是无讲代价，只要咱莫做爱情的奴隶。一时叫我怎样回答这个问题？感情用钱歹估计，不是生理底买卖。一旦付出着，亲像水破落地，有价值的爱是无讲代价。只要咱莫做爱情的奴隶。像水破落地，有价值的爱是无讲代价，只要咱莫做爱情的奴隶。